我是要甲民工，这个两个无 battery 了。OK， 各位当你来个礼拜堂，还是你看见兄弟姊妹时阵，你上爱听的一句话是啥物？平安哈，咱较少伫教会内面讲你食饱未啦，较少问讲你发财未啦，无啦无，你敢问啦哦，千万唔通见到牧师就问你发财未哈。咱通常是问平安平安。耶稣伫咱今仔日所读嘅经课内面，如果咱来详细看哈，咱详细看，咱就知影。咱就详细看，咱就知影今仔日耶稣即入到即个房间内面嘅时阵咧，伊讲了两摆。愿恁平安，各位，你有平安无呢？到底怎样才是平安呢？无代志才是平安吗？有代志会使有平安无呢？今仔日咱要来看这段的圣经哈，你若是小看看这段的圣经，你就发觉当时的犹太人，因是处在什么款的情形？为什么耶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不跟人讲两摆？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。什么代志？因拢无平安。什么代志？耶稣见到因的时阵，就无宣告讲恁就要有平安。那小可咱看这段圣经的背景哦，咱知这段的圣经到底有什么代志发生呢？在这段的圣经里面。咱这个背景是甚物呢？你若详细看《约翰福音》第二十章起头的时阵啊，你就知影这个抹大拉、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伊去第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过偌济迄一日，伊去看坟墓内面到底是怎样，伊准备要去遐，带着香膏去到迄个所在，但是伊到这个坟墓的时阵，发觉空啦。对于来讲，因所尊敬，因所尊崇的这一位老师，伊的坟墓竟然空啊！唔单是安尼是，当伊向西门甲约翰来宣告这个消息时，佮讲伊的尸体空寂啦，空就是无啦，就是空寂。所以呢，对当时的学生来讲，也是一个真大惊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为什么耶稣不是大放伫遐吗？不是放伫这坟墓吗？怎样会空了？怎样会尸体判见呢？西门甲约翰，因就走去看。约翰先走入去内面，看见空啦。西门啊，你去看见空啦。所以这两个想要见的学生，证明坟墓是空啦。然后这两个学生就回去啦。玛利亚伫遐，就拄着耶稣伫咧向伊来问啊，讲为什么伫遐哭咧？玛利亚就向天使讲：哎呀，外主胖记啦，外主车无啦。耶稣就亲切，迄阵就解讲啊，解讲啊，宣告讲耶稣，你见到这个呼叫这个玛利亚，玛利亚就看见这一位耶稣。竟然向伊讲话，原本想要伸手摸伊，但是耶稣讲袂使，等我去见天父啊。然后咧，迄一日暗暝时，所以你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遐讲，迄一日啊，就是七日头一日，就是迄一日，耶稣进入到伊人中间。当耶稣进到伊人中间时阵，迄一暝到底有啥物情形咧？咱来看迄一暝的情形。迄一面是甚物呢？门徒拢聚集在一个真小的房间内面，并且咱也是看这个，咱看到圣经写讲，因惊犹太人。为甚物惊犹太人呢？因为因的先生、因的老师啊、因的主，拢被掠，唔但被掠，被钉十字架，唔但被钉十字架，并且尸体判刑啦。对因来讲，这个是大惊吓的代志。就亲像逼得要来到了，心内喵喵，心内颤颤，所以咧，圣经讲什么？
讲伊门是关起来，咱讲关起来看袂出伊个紧张个程度。英文圣经讲啥物咧？因为圣经讲伊门个锁起来，所以你看过门唔单是关，阁是锁，因为惊犹太人入来，惊因个掠，惊因个亲像耶稣安尼款受审判。所以咱看迄背景个时阵啊，咱就知影当耶稣进入个时阵，所以耶稣进到这个小房间个时阵咧。你会通看见这真大的对比，门是锁掉、关掉，耶稣入来，学生是惊，心内无平安，耶稣却向伊宣告平安。各位，圣经是甲咱讲啥物咧？圣经甲咱讲，耶稣对因讲，愿你平安。咱看这中文圣经啊，讲对因讲，亲像是真简单，我甲你讲啦，平安啦。其实也圣经里面记载这两字，耶稣对因讲，其实有真深意思。这个包括什么呢？这包括劝勉，包括引传，包括一断言，就是肯定、宣告、保证、宣布、声称、宣告、通知，就是讲耶稣来报告，并且真主动、真肯定、宣告平安啊。安啊，你若听台湾啊，因就常常讲安啊安啊，就是讲你的心应该安。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时，唔是讲哎平安吼，亲像安尼块问候。耶稣乃是来到因惊遐的学生中间来宣告平安安啊。到底这个平安什么意思呢？对咱现今的人来讲啊，特别今年啊。古对古年到今年都好一年，平安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。但在咱这个世界乱糟糟，冠状疫情一年啊，让全世界人惊，唔但是惊，惊到半死。为什么呢？唔知什么时阵会来到我家，唔知安怎款。听讲为迄跩得冠状病症的人啊，哇，因呼吸啊，人家伫咧下骨抽啊，你看。所以大家拢惊，唔单是观众已经惊，经济跌落去也惊，物件出去外口也惊，世界拍战也惊，旅客来个新加坡，所以有个人请旅佣啊，真惊，惊请到的旅佣啊，阿未来就先破病，阿未来就将迄病毒啊带来，大家拢心内喵喵错，各位。今仔日耶稣要借着这个信息跟您讲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跟你讲问候你，这个平安是跟你讲宣告平安了，安呐，免惊。到底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平安照着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平安都是和平又善的意思。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因为和平的平安，所以。Peace be with you， 就是讲平安予你，你平安，因为和好你通得的平安，因为和平通得的平安。各位，你有看圣经伫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，成就了和平。对答以后，借着伊。叫万物无论地上天顶，拢甲家己和好，啊，甲上帝和好，啊，甲众人和好，所以耶稣带来和平，耶稣带来和好。这个平安包括各甲各，因为和平和好，因为人甲人和平和好，就有平安。我唔知你有看最近的报纸无？最近的报纸真正趣味。政府厝两间房，其中一个咧，伊用红布给压掉伊个头前，迄走马廊压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甲厝边无和好啦。啊，厝边做甚物，伊就做甚物。啊，厝边做七，伊就做十五。所以两个咧，到最后放只红布给压掉。啊，就是讲这个是分界。啊，迄边你个，这边我个。各位人甲人呐，无和好。各甲各那无和好，就无平安。所以为什么啊？对真侪国家来讲，
签这个和平，就是结束战争，签这个和平的这个证书，这个约，就是表示咱和好，咱无个需要怕战，咱会通平安过日子。各位，你有看真侪国家在迄款的环境内面担心，所以真侪人真惊中东这个所在，然后一个人忽然间那是发狂乱刺这个，这所在就爆炸了，就大战了。有的人也惊日本甲中国，还是台湾，那小可一刺的就大战了。各位，当国甲国人甲人无和好的时阵啊，咱就无平安。我以前我捌讲过我信主的情形，我信主的情形，我信主的时阵啊，我甲我的第三阿兄是几年无讲话，迄是信主以前，总是见面啊，看来看去，拢看了真正袂爽快。总是也无爱讲话，总是电话也是要啊通过我的母亲啊转来转去，转到伊迄边去。两个虽然徛烧香房、烧香的厝，但是心内总是喵喵，心内总是不安，心内总是无爽快。一直到我信主了后，套房啊，我甲我的三兄和好对待以后，这个安啊，就完全进入到我的家庭。所以平安头一个意思就是和平和好，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安全无危险，无论世界变了什么样，无论世界怎样，心内是真安的。因为是什么呢？因为心内有耶稣在里面，所以会通超过任何的灾难，会通无惊各款的冲击，还是各款的攻击。咱莫免惊，心内面真平安。我记得十多年前，我摕到两本册，这两本册是真正看了流目屎。一本是叫做《苦难中的教会》，一本啊是这个啊是关于共产国家这个教会是怎样。我看这两本册啊，基督徒怎样面对各款的攻击，怎样面对迄个共产党怎样掠啦。当中啊，你看收留伊啦，甚至咧有一个故事是真深的啊！伊将绳摆伫遐，叫伊人去徛放遐，然后咧一个计心，到最后一个伊愿意接落去来去信耶稣。各位，迄款的环境内面，灾厄、困难、攻击、危险、逼迫是真多，但是因为耶稣伫内面，伊有这个平安，耶稣赢过死亡，耶稣救我，伊就得平安。为苏里约翰有一摆，伊回到伊家己的国家的时阵呢，坐只船，这个船啊，风浪真大，大家拢真惊，大家拢伫遐喵喵喘。但是有一派的基督徒，摩拉维亚派的基督徒，伫遐心内真平安，都伫遐祈祷。底下来挖口出来祈祷，后来伊才知影，原来心内有上帝，有耶稣点伫内面，耶稣赢过死无，信靠伊就真正得到平安，就无惊外面的攻击，各款天然的灾难。第三，平安是甚物呢？平安是当你的生活有特殊。有调理的时阵，当你好好照着这特殊去行，无乱主撞，无乱主来，你的生活、你的日常，拢会通伫平安内面度过。各位真侪人就是乱主来，安尼款行卖跳，根本安尼款行，结果咧生活乱糟糟，心内乱乱，都无真正的平安。兄弟姊妹，平安是甚物？平安是因为和好带来平安。平安是什么？因为心内有耶稣，有这瓦壳，会通安全无惊吓。平安是什么？当你照上帝的旨意去活的时阵，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阵，
你就活在真正平安的生活里面。各位，你有平安无呢？你的心的房是不是让各种的惊吓拔掉呢？耶稣今天要跟你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。到底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跟我们说平安有什么意思呢？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总共有三次耶稣提出这个平安。头一次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读给恁听。耶稣说，我留了平安给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恁，我所赐的不亲像世间人所赐的，恁心里不能忧愁，也不能惊吓。耶稣是真正平安的源头，耶稣只有伊才带出真正的平安。为什么？伊连死亡打赢了，伊连撒旦打赢了，伊只有伊国外主带来真真正正的平安。所以耶稣是平安的源头。耶稣给咱平安，唔是世间的。你在世间，咱怎样平安无？我累赘，我保镖罪，我厝那是铁床、铁墙，啊是真好的这个墙壁，我的平安。各位，安尼叫平安吗？安尼唔是叫平安，安尼叫你迷掉呢。真真正正的平安，是我无论到什么所在，我无惊吓，因为我知影耶稣伫我内面，耶稣是平安的源头，所以圣经跟人讲。在世上有可能，但是我已经赢了世界，所以耶稣的圣是平安的保障。咱讲靠人人会倒，靠树树也会倒，靠人人也会走，但是咱靠耶稣，伊是平安的保障，无论伫外面拄到怎样的环境，但是在我里面真真正正平安。顶一个月，我去参加咱牧师的这个同工会哈，我见到会长，我讲会长啊，哇，真紧哈！你看我今年六十四岁了哈，其实啊，服侍也是并长的时间。会长跟我讲什么呢？会长跟我讲，看着你一生啊，就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。因为一想到我过去啊，我总共做过八摆铜灰棍啊，我怎样心中啊开刀，每一摆拢是危险中间，上帝助我经过。各位你知无？我曾经捌有一日，这是应该是十外二十年前，当我阁是感恩堂的时阵啊。我有一日啊，换车、弄车啊，那個、车变啊，啊，拄好是我的脚无断呀，啊，所以是真正危险。总是每一摆，上帝拢引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外面世界无论怎样，特别真侪兄弟姊妹真惊最近的冠状，或者惊外面怎样，甚至惊出门，但是兄弟姊妹。等你心里抓住耶稣，你有这个平安的保障。第三，耶稣的救恩带来真正的平安。你看这段的圣经，就是读者主席所读第二十章十九、十九、廿三节。这段的圣经到底有什么，让咱看出耶稣带来真正的平安，对咱有影响呢？咱过来看这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七日那一暝，门徒所在的所在，因惊犹太人，门拢关了。其实英文圣经是讲门拢锁了。耶稣来点人中间，对人讲：“愿你平安。”讲了这句话，伊做什么代志呢？这段的圣经有几个方面，让咱看出平安怎样对咱的生活有真大的影响。耶稣讲。你将手啊，伊就将手啊，加伊个骨边啊，哈，看，让人看见伊
会借手魂，然后呢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啦。耶稣佫对因讲：愿恁平安，怎样赐给我，我照样赐给恁。讲了这句话，就向因喷一口气，讲恁接受圣灵，恁赦免一罪的罪，一罪的罪就赦免；恁饶恕一罪的罪，一罪罪就饶恕来。各位到底平安，怎样对咱的生活里面，和咱人生活的无相的境界呢？第一，耶稣国我带来真正的平安。为什么耶稣不肯看伊的手呢？为什么耶稣不肯看伊的这骨顶间的坑呢？为什么？其实你若看这段圣经之前，是耶稣胖见啦，切无啦。耶稣尸体无啦，但是耶稣告我，互因通知一项代志，我赢过死亡，看我的手，这个是真的，就是钉坑的手。看我这个胸骨这边的坑，就知影这个是擦的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讲，我就是那一位被钉死的耶稣。我就是一位承担罪证人的罪的耶稣，我是一位捆绑这个坟墓里面的耶稣，但是我今天来到你们头前，我就是国外耶稣，国外耶稣给我们带来平安真大的这个实在。那你知道不管世界怎样变，我不忙你今天实实在在知影，耶稣已经给我带来我真正的平安。第二，咱看耶稣天父赐给带来平安，天父赐给耶稣，耶稣啊赐给啊这学生，这个赐给怎样带来平安呢？意思是讲，我爱答应你，我要使用你，我赐给你去做上帝的使者，做上帝福音的这个团福音的人。意思是讲什么？意思是讲，我无放杀你，我无因为你过去失败，因为你过去逃走，因为你过去无认耶稣，因为你过去惊吓，拢失败，拢走个光啦，我都放弃无，我用你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表示我是上帝所肯定。我是上帝所选召，我是上帝所用的，爱我去做伊的工作。上帝怎样差遣耶稣，耶稣差遣咱到全世界。所以啊，你知未？耶稣爱用你，在你人生或者有失败，或者这段的冠状疫情里面，你有真多借口。哎呀，不买来啦！哎呀，无什么啦！啊，无按这款啦！哎呀，啊，免那我。咱知影外面真惊啦，所以卖来。各位，无论咱人生怎样失败，无论咱人生怎样做得无好，今仔日耶稣国活了，伊带予学生平安，并且要赐给恁。所以，唔是我真强，我会晓做，所以定对耶稣要用我啦。唔是，是我虽然无够好，虽然无完全，耶稣爱用我。所以这个因果表示伊接纳我，伊看重我，伊赐给我去做伊工作。第三，真正的平安是甚物呢？真正有平安，因为圣灵点伫内面。所以耶稣讲：恁领受圣灵吧。有个人就讲：哦，所以这段的圣经就表示就讲，信主无够，就佫要予圣灵充满。其实耶稣的学生伫迄时阵，伊并无接受到这个圣灵，伊是甲耶稣做一个嘛？耶稣不伫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六章跟伊讲：我去，所以圣灵要来。但是伊也未去嘛。所以咧，学生拢是对这位过去是外耶稣，后来是国外耶稣，但是圣灵也未入去里面。所以这段的圣经里面，耶稣啊讲：圣灵接受圣灵吧，对答以后。五旬节以后，当信主的人悔改信主，接受洗礼以后，圣灵就
临到伊的身上，所以对他要信主接受耶稣，并且愿意来洗礼时，你的圣灵就进入在咱里面。各位，圣灵对咱什么关系啊？圣灵是跟咱讲，上帝灵在咱里面，里面比外面更大，里面比任何外面的乱糟糟更加强，所以咱免惊吓。实在那是咱看咱环境，实在应该惊吓。老实讲，2009年，当我做第八摆这手术时，我是真特别心内面特别喵喵，因为是甚物呢？因为是不怕痛，迄100%掉脱。我去问我，伊这个胆钢，有一个胆钢是伫中国做医生的。我讲100%啊，到底安怎款怕会痛啊？你知甚物叫100%掉脱无？就是讲完全掉脱啦，骨也更脱个了啦。我讲安怎款呢？所以咧，伊甲我讲中国啊，伊用甚款针啊，个针来通。我听到啊，规个咧老唱歌，甚物叫针针来通？你知甚物意思无？两个叶电针啊，你看滋通。但是后来我去看医生，后来去做时阵啊，无听到迄声啦，你也听到迄声滋哇，你规个就真的是老唱歌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领在我里面，虽然不通100%掉塌的血管，但是呢，总是无惊。唯一的就是手酸尔，因为你倒伫遐啊，袂使震动2点钟，但是呢，心内无惊遐。圣灵点伫你里面，你就免惊，因为圣灵时常予你安慰，予你心内快乐。第四，你看读者的圣经，你若有详细看，咱看这个啊这段的圣经，你知最后伊讲什么呢？最后伊讲，恁啊，恁那是下面什么人？什么人就在下面？这是什么呢？这表示官兵，属灵的官兵。恁这个官兵不是因为我有本事，我有气力。我真强，我会晓，我特别不是，是上帝赐予咱，所以咱伫地上有官兵。我会记得2002年，我去到木吉班长礼拜堂的时阵啊，其实迄阵我学习才10几年的时间，去到木吉班长，去无到一个月，我就拄到一个真正我从来较无做过这款的代志，就是甚物刮鬼。挂这个啊恶灵，邪恶的灵啊，附到一个人的身顶。哇！迄阵啊，迄人啊，迄是一个姊妹吼，但是力真大。面对安尼款情形，我只有靠着耶稣所赐我的权柄，奉主的名挂出来。结果，伊这个人就完全，迄灵邪恶的灵离开伊的身躯。完全无相，各位，恁是有官兵的，那么最佳亲像乞丐安尼款，恁是有官兵，恁是上帝囝，恁面对灾厄，面对魔鬼，恁拢无需要惊吓，因为上帝给恁官兵，所以耶稣带给恁真正的平安，也国王给恁有平安的兵具。也切欠，让咱通知影，上帝爱用咱，上帝完全接纳咱，上帝切欠咱。圣灵在咱内面，让咱的心稳定，无惊，因为圣神在咱内面，属灵的官兵，让咱面对邪恶任何的攻击，咱拢无惊。主赐予我平安。我记得1986年、1987年。等我迄阵做团队时阵吼，我做团队，我就开始去老人院迄搭学习。去老年学习时阵咧，当时有一个兄弟叫做邱富南，已经过身啦。伊伫老人院，伊常常爱带人唱一块歌。这块歌是啥物咧？这块歌就是这块歌祝恕我平安，祝恕我平安。主所赐的平安，甲世福无关，人袂通夺去平安乃在心。主赐我平安，
啊，这个平安跟世间的福无相。有的人认为我都要做做镭、做做保镖、做做厝、做做墙，安尼款把我保护掉。但是这款拢袂通带来真正的平安。真正的平安是甚物呢？真正的平安是主予我的平安，伫我的心。所以我爱小看唱这块歌，真短的歌。后来我去查时阵啊，才发觉这块歌原来是伫一八，唔知多几年写的这块歌，是唐人所写的。啊，这块真正难得的歌，咱听这块歌是安怎款来唱呢？祝福我平安，祝福我平安，祝所属的平安，甲世福无关。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，甲世福无关。人袂通大气，平安乃在心。一块真短的歌，我唱给老人听，当时啦，老人院老人听，唱到伊会晓，唱到阮一来，因就唱一块歌，因为到迄个抗战。平安是真要紧，咱试试看看唱这块歌好无？祝福我平安。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，甲世福无关。人袂通大气，平安乃在心。搁唱一摆，主赐我平安，主赐我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，甲世福无关。人袂通断气，平安乃在心。特别来讲，甲伫厝内看直播的兄弟姊妹，祝福咱平安。咱有主伫咱内面，咱无需要惊吓。主的平安是予咱心内搁较会通瓦靠，人袂通断气。平安是伫你心内，咱同心祈祷。听阮的上帝感谢你，耶稣来到惊吓的学生中间，两摆跟讲愿你平安。这个平安是耶稣给我带来的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上帝愿意查看学生，查看所有一切失败的门徒，曾经逃走的门徒，却爱应允，因为。耶稣已经赢过死亡，这个平安是让他们能知道有圣灵在你里面，这个平安是让他们关定。主要帮助我们不是对世界物质得到平安，但是对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永远有平安。我们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心静所愿。